度二十一度的飓风葡萄，市面上抢手的很。中光汉和伙伴们忙着装箱的，根本没机会留到市场。早在产地这里就被订光。今年八八水灾，葡萄产期被迫提前结束。如果这批等不到，要等多久？明年。明年六月。要等到明年六月。对。哇，今年我已经最后一批了。 一等几个月，下不走客人，订购电话持续响个不停，还有客人亲自来南投水里这里，想一次带走好几箱。来这边要刷卡、哦？对啊，因为他们来这边住啊，要买多一点，预算就没有那么多啊。如果我要问老板，可以刷卡吗？做不得，安排先，做得刷卡吗？安排先，做不得，就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配合。 坚持自产自销的中光汉，靠口碑撑起整个产销班。别说农药，连除草剂也不用的果园，一串串葡萄全数有机栽培。你现在实在了，以后你的客户就跟你实在了。你现在跟他 CU 一点，明天后天他有别的选择，他就不要选择你了。一旁六年级生跟着学，原本采槟榔的他来拜师学艺种葡萄，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还有不少。 都是看中高产值的葡萄产业，回流故乡奋斗。中光汉也毫无保留，辅导传授。啊，你不会想说自己留着，自己留一手？不会啦，因为我们很希望年轻的人回笼到乡下来啊。现在我教他们啊，以后问他们教我儿子啊，一样啊。我现在留一手，以后他们留两手啊，那这个社会上就坏掉了。 自诩者实在不怕竞争，中光汉拼出了好成绩，也为故乡点亮传承的香火。做得熟卡么？做唔得，做得熟卡么？做唔得。